这个行业的工业4.0啊，我理解就是一个大数据跟那个高度自动化的那个一个融合。最近这几年呢，我们这个行业的同仁已经认识到那个数据对他们已经相当重要了。在我们这方面，我们就需要加进那个全自动化的机械跟他们那个配合。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给亚洲其他地方已经先进很多了，已经在这个行业已经在努力，就是那个大数据这个部分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来考虑。我们这个行业呢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一种那个革命性的变化。这些订单一直到生产，然后到生成，然后到出货，然后那个所有的数据的连接，所有数据会传输到下一站，到最后呢，窗户哪个人呢，他会知道这个板材已经做完了还是没做完。现在豪迈呢，我们有那个专用机械可以生产1线窗啊，还是100线窗，每一线窗一样，每一线窗不一样，那个时间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希望那个全力去推广，也就是那个软件跟硬件的怎么那个配合方式。在2016年，雅思主办这个展览会，我们在北京将会把那个我们最新的就是那个封边机啊，那个用那个怎么跟软件配合的一套方案，再到时候展出。